哎，别，咱都兄弟单位，就不用这个了。换。哎呀，杨队啊，我终于把你盼来了。你看啊，腿不方便还过来了。一是见你，赶紧亲自来啊。哦，那819的资料准备差不多了，走，咱们去看一下。好。 值班员李玉生头部遭钝器打击致命，脖子被利刃割开，尸体当时俯卧在这儿，手段相当残忍。还有两个值班员在值班室里被打晕，一死两伤。看这儿，金库保险柜的门被切割开了53厘米，乘以35厘米的洞口，里面的保险柜被切开，还好发现及时，什么东西都没丢。 现场遗留下的军大衣，上面有血迹，我们怀疑是用来包养鹅鸡用的。杨队，于振说的就是他。对，这个案子一直就是于振负责的。这件军大衣我们也查过，在尧水市有一家公司生产这个，但是纽扣不一样。最近发来消息说，在东山市发现同样的军大衣。韩超。 把这个军大衣的图案马上给刘帅传过去，让刘帅赶紧排查东山市所有的军需用品商店。至少在我们回去之前，他把东城排查完，我们回去顺便把西城排查掉。是。 炸了！哎呀，领导，一个人50。哎，来，嗯，我包。嗯，给钱。下班给你。 什么下牌？你都第5盘了，赶紧给钱！我窝过这么忙，能陪你玩不错了，跟蛐蛐鬼似的。你忙是吧？那你忙去。哎，走啊！你今日来了，叫什么劲呢？你不是忙吗？跟我玩一会儿，我周末请你吃野味。野味？什么野味？哎，吃了就知道了。 都什么年代了，这么土的铃声？三哥，大眼儿，怎么了？怕什么怕呀？一个大眼把你吓成这样，接，快接！老婆，你能替我跟大眼说两句话吗？ 他又没让我接，你干嘛让我接呀？你接，我接，我能说什么？说什么都行，怕什么怕呀？啊，接！老婆，你求大杨放过我吧，就这么说啊。你接，我接，我说什么呀？我接吧。你接吧。 完了，完了！我跟你说啊，这爷们儿特别好吃。来，李大哥，咱们今儿晚上你过来一下。哎呀，我们这有事儿呢，一会儿再说。我找你有急事。哎，赶紧的呀！你们等一会儿。 李大哥，刚才，说，讨厌，谁让你听了？一边去！让我听，我还不稀罕呢。这，刚才大眼来电话了，陈永刚让我接电话，我怎么办呢？行了，让你接你就接呗。可是我跟大眼根本就不认识，这你比我还清楚啊。罚牌，罚牌。这回我。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，正好可以认识一下。完了，完了，三哥，这下可完了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啊，反正你也不想接，这也算是你心想事成。不行，大眼以为我不接他电话，他一生气，这就完了，你他找不到你。
你不就自由了吗？你听听啊，我让你听听我的这个声音。三哥，大洋，大洋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电话？我老婆呢？彭兰呢？大眼又不是老虎，怕什么怕？喂，哪位呀？我是大眼。哦，大眼啊，你好啊。你把电话给陈永刚。你要找陈永刚啊？你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吗？他就在你旁边，把电话给他。喂，大牙大哥，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的电话，是这样，我的电话刚才掉水里了，刚修好，我正着急呢，好在你又打过来了。闲话不说了，我这儿遇到点麻烦。麻烦？有一个人非常讨厌，再让他这么干下去，迟早会让警察发现问题。谁？窦世勋。窦世勋，他不是刘丽华的老公吗？他怎么了？不该问的你别问。总之他越来越麻烦了。这两天就有机会，你等我电话，准备动手。老婆，你可来了。大眼哥，你等等啊，有一个人跟你说话。快出去，快！大眼哥，你好。你是谁？是我，彭兰。这么多天没见你了，你也不来看看我。我还以为你都把我给忘了。我还真把你给忘了。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你这个王八蛋，你忘了我们在一起怎么回事了？你还说帮我教训陈永刚，现在你死到哪儿去了？让他们在这欺负我你也不管。你忘了上次在宾馆里是怎么说的了？你是个男人吗？小兰，是有情有义的人，只要你说句话，我彭兰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大眼哥，有空你就给我打电话来看看我，咱们约在外面见面也行。我知道你忙，总之听你的安排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不方便说。陈永刚和你在一起？对。大眼哥，陈永刚想见你。见我？行啊，你告诉他，得先把任务完成。过两天我会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快把手机修好。好的，我会带到的。还有，替我看着点陈永刚，他以后不会再敢欺负你了，明白吗？你放心，
你交给我的事，我一定办到。听着，三哥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行不行啊？老板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要点什么？请问您这有这个编号的军大衣吗？这货有，但是早卖完了。哦，那您有多少货？十件左右吧。质量特别的好，便宜，买的人呐，特别多。那您记不记得都卖给谁了？哎，我说你们。是买东西还是找人的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是派出所的，这件军大衣关系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案子，请您协助我们调查。公安干警啊，失敬失敬，到我这儿来调查是我的荣幸啊。就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，谢谢你啊。啊，好。这十件大衣啊，我记得有七件卖给一个开采矿石的，哦对，是个河南的老板。那另外三件呢？这个我就记不清楚了。你想想，是不是有一个男的来买，个子不高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？对，瘦瘦的，斯斯文文的。那你还记得他有什么特征吗？这个就不记得了。是不是说话鼻子总是有点？对，说话总是吭哧吭哧的，有鼻炎。这就对了。九儿，电话来了。喂，温馨面馆。好的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行，谢谢你啊。再见。怎么了？公墓那边打的电话，墓地都定好了，后天就可以把姐的骨灰送过去。也好，入土为安嘛。哎，你跟姐夫说一声。那我待会儿进去再说吧。那一会儿啊，给表姐单位的领导打个电话。好，进去吧。
姐夫，吃饭吧。我不吃。都饿了一天了，来吃点吧。姐夫，明天一早姐的骨灰就入土了，你晚上早点歇着，明早还得忙呢。我不去。姐夫，我就这么一个姐，你也就这么一个妻子，你可不能不去啊。我不去，那个贱人，我凭什么要去看她？不去。表姐毕竟跟你过了十几年了，你怎么能不去送送她呢？她怎么是跟了我十几年？有十年她是跟了别人，我被骗了十年，我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去？我不去。姐夫，爸，一定要去。小伟，小伟，你不是住在公安局吗？小姨夫说，妈妈明天要走，我回来看看。妈妈，她配当你妈妈吗？你知道你妈做了多少丧事吗？爸，我妈是好人。小孩子，一边去。爸，我妈是好人，我妈是好人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天开始，谁也别跟我提她。爸，妈妈都已经死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啊？被她骗了十年呢。爸，我不知道妈妈骗了你什么，我只知道妈妈已经死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她以后也没有机会让你生气。你就原谅妈妈好不好？爸，原谅妈妈好不好？姐夫，爸，原谅妈妈吧。姐夫，原谅妈妈吧。小伟，起来。爸，爸不原谅妈妈，我就不起来。爸，好，孩子，我答应你，我不恨你妈。起来吧。不起来。但我告诉你，明天我是不会去的。妈，你放心走吧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，我会好好学习，不辜负你的期望。爸爸今天没来，你就不要怪他了。姐，你的同事和好朋友都在这儿，老家的人也来了，他们都是特意来看你的。有这么多人想你，念着你，姐，你就安心吧。跟姐最后说两句。我心里面已经说过。丽华，刘丽华同志，轻轻的，你走了，正如你轻轻的来，你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丽华，是我害了你呀、啊，你安息吧。丽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丽华。你走吧，这儿不欢迎你。哎，怎么就是你们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！这不对了，我都原谅了。姨父，他是谁？为什么要打他？大人的事你别管。别打了，叔叔伯伯，你们别打他了。我妈在这看着呢，看在她的面子上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，好不好？
都先回去吧啊，回去吧，先回去吧啊。你先回去吧，改天再来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。喂，姐夫啊，太好了，那我找人去接你。哦，那好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小伟，你爸一会儿就过来。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的。姐，是姐夫要来吗？嗯。那我去接他啊。三哥，大眼儿让一小时之内杀死窦世勋，怎么办？你不是挺能的吗？那不，三哥，没有你我什么都办不成，你得帮帮我。那好吧，你告诉我，彭兰跟你说了什么？彭兰，他没说什么呀。私下里跟你说的什么？是不是钱的事？是。多少？行啊。那行啊。你自己去杀窦世勋吧。不，三哥，我说，你娘们说是，从大眼那儿弄到钱，我跟他一人一半。什么？这么说，咱们是上这女人当了？他跟我也是这么说的。啊？这很简单。他就是想让我们狗咬狗一嘴毛，谁也不敢动他。他就是想拿大眼儿说事儿，知道吗？这个臭不要子，我去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劈了他。大眼儿替他撑着腰呢，不能这么做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如果你相信三哥我的话，咱们两个将计就计。我相信三哥，你说。那咱们先得说好了，将来弄到钱，彭兰那一份合并到你那份里。合并？也就是说，不管弄到多少钱，我得拿走一半。那彭兰那边怎么办？当然了，你要是不要，可以给彭兰。不，三哥，那这样，咱们利用他把钱弄过来，咱一人一半，这样行了吧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三哥，那杀人的事怎么办？这事儿，我自然会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
三哥，这衣服是怎么穿的？这个？你平时怎么穿的？他能跟我比吗？我是活的呀。他要是活的，大眼儿，要杀人也不用找你了。三哥，咱带这个假人到处跑，究竟干什么呀？这是。你呀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豆豆吧，那不是豆豆，赶紧过去帮帮忙。哎，怎么是你二位呀？碰巧了，那咱们帮帮豆老板。不好意思啊。谢谢，老哥，谢什么？在这种地方碰见是咱们的缘分。对，就算小弟给您赔不是了吧？哎呀，真是客气，太客气了。哼，不客气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带你走个近道。哎，来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来来来，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哎，李小林，把那下身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嘛？干什么？别动！放开我！别动！你们放开我！别动！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别动！你们干什么？别动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死了！你看。别看了，你啊，又活了。我没等到姐夫，打他电话又关机了。我也是，大概姐夫半路改主意，不想来了吧。明心，你怎么了？姐夫怎么就没来呢？我想回去替姐夫说几句话。那我陪你去。还
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如果你在，我怕你难受。人都说在天有灵，表姐，你现在在看着我吗？我知道我能瞒得住所有人，可我瞒不住你。你活着死了都会看着我，盯着我，让我良心不安。不相信还有什么良心，良心说穿了就是软弱，而我软弱只能是因为酒。酒是我一生唯一爱的人，可就是最爱的人，有些秘密到死我也必须瞒着他，包括我亲手杀了他的表姐。你不要怪我，表姐，谁让你知道我那么多秘密？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窦唯，就当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表姐，这一世我对不住你了，你好好安歇吧。再来啊。刘警官。是姐夫有消息了吗？这个事情我们正在调查，一有消息马上就告诉你。马老板，不好意思又来打扰你了。什么事啊？马老板，你买过一件军大衣啊？买过。军大衣现在在哪儿？在家里面。拿给我看看。九，军大衣在哪儿？在柜子里。那我去拿一下。你们坐啊。是不是这件啊？安警官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安警官，我们也是例行检查，多谢你对我们的配合。没事，应该的。安超，我们走吧。慢走啊。那姐夫的事儿麻烦你们了啊。别客气。
你不是有两件吗？确实只买了一件。不对，我没记错，你就是有两件。只有一件，我买的我还不知道吗？我明明记着你买了两件啊，连编号都一样。只有一件。你后来又去买了一件，还在那家军服用品商店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我不想说什么。你怎么了？确实有两件，但有一件姐夫给拿走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你工作太累了，算了，别想了，啊？为了件衣服？我不是为了件衣服，是因为你，因为你的态度。我知道我态度不好，别多想了啊。最近呢，我也很累。表姐和姐夫不在，什么事都得靠咱们。你怎么了？头又疼了？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跟你争，不该跟你生气，是我不好。九儿，以后咱们再也不吵架了。好，不吵了。我再也不冲你发脾气了，我的坏毛病都改。怎么了？明心，怎么了？九儿，还有件事我一直没敢告诉你。韩超，谢谢。这次又让他跑。我说韩超，马明心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？你怎么老跟他过不去？可别又告诉我，是直觉。我说马明星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？你怎么老替他说话呀？范超，我告诉你，咱们警察讲的是什么？证据。